巴巴纳纳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啊，我新买了一个帽子 ，Minion 小黄人的帽子。就要付出代价。好啊，肯定会非常的棒。哦，那下一个人物。我藏量微小。这是一个动感模拟器，会有突然和剧烈的运动。安全，请在座位上坐好，抓住腿部腰杆，使用将手和脚部都放在载具内。请借助按钮确保它们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不可以坐在家长腿上，保护好。您进来了，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项目。要穿牌装插队。但是提醒大家，如果您有严重的眩晕、恐高、孕妇、儿童身高不过102的，请到前排的固定座椅。感谢您配合。恐高症。前方的游客不要触碰您前方黑色椅子，不建议您手中的交通卡体验，谢谢。有点吓人啊。没错，你们将会变成小黄人。几个月前，我的首席科学家尼法里奥博士发明了一个装置，可以把瓶中的人类，就是你们，变成小黄人。可不能让你们携带任何人类细菌进入实验室，没什么严重的，不过就是高密度激光，它们的威力非常非常大，完全不会伤害到我。哦，有问题了。看来你们里头有人一个星期都没有洗澡了，恶心！我就不点名道姓了。不过，刚刚就是你们几个，都不是我们俩。算你们走运，我现在赶时间，暂时不陪酒。不过回到酒店后，你们最好去洗个澡。家伙，要帮忙吗？什么？没错，我们可以去看看。拜托，这个不，我认为不行。不，这个需要技术。我们都看你做过好多遍了。对呀，又不是没有见过。好了，搞点实验。是啊，连生活都能做的。好吧。还是挺爽的。好刺激！哎呦，我升起来了。手机了，不稳了。检测到恐龙，识别中。对象：暴虐霸王龙，威胁等级高。将向上打开，请勿靠近车门。在车辆停稳前，请保持就坐。侏罗纪世界的团队成员会指引您到达出口，拉起腿部压杆。希望大家经历了一场难忘的冒险之旅。神龙大侠，功夫熊猫，神龙大侠。Harry Potter， Harry Potter， 我现在的 Harry Potter。Harry Potter。巴巴巴巴巴娜娜巴巴巴。